这波打不过呀，应该这波打不过呀。释放我的力量，这是命令。我感觉这是，我 Q 撞墙了，主要 Q 的位置不好。 不太好，不过他也抓不了中路，中路是装的，他应该也打不了我，他在三级，应该要回去刷野了，应该在这个位置刷野。你刷野，我也刷野，我们一起刷。嘿嘿，那个河蟹我也吃了，对不起，消纳了。 坏了，哼！你那兵，想多蹭点能量去，我也不值钱。他在干嘛？不是。 他不知道我在，他还隔着进化呢，然后三郎也被我抢了，貂蝉没吊死，有点巧，这波运气。你看我把那个果蝎给他抢了，全都是我的，他跟我变身了，这心态崩不崩？他刚刚在那变身呢，你们不是瞌睡了？他刚才打完三郎，三郎差一点死，你知道吧？三郎马上要被他宠物打死了，然后正好被我一个 W 然后他也没看到我，然后直接就进化了。凯子上面的加威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是叫什么超粉？看不到超。心态崩了。螳螂真呆呀！哎呦，不能是我强呗？看一句，预判一下，一个 Q 他死了。 开机跑，预判，我这个预判力不厉害，可惜还是有点歪。再往上一点，我应该是跑掉了，我有意的。啊哈，我大招快好了，我劝你们。他这个也太能喷了，我直接给螳螂，螳螂吧，然后开始。 他把我这打断了，我一个预判，死，然后我也死，你直接死，哎，可惜了，我操，好大，剩下的交给我秒杀，这一波将是绝杀，死吧，我都不想看，回头看他一眼，主播的自信与生俱来，小小龙王。 还敢收塔？等我大招！哼，这把纯纯的对位碾压。两天后就下版本了呀，18号，3天后吧。 差不多了，他又去偷小龙了，可惜这被打断了，没关系的。 321，直接中，没有 Q， 直接放啊，一直按啊就好了，很好，呵呵，对位碾压，打火，他又搁这抓了，打龙还挺快的。
AQ 转 W 是刚才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加速了，不然 W 很帅的，跑得也太远了。起跑时间过了，我可能会死。石头人不在，我应该死不掉。还好吧，这都没死。啥玩意？称颂我的名字。议会不可信任，他们已经把你主持。他说秋逼，秋逼就是意思应该不是秋风的意思，是就是这个人很秋的意思。不是不是，你理解错了，绝对不是那个意思，好吗？有可能是秋宝吧。有可能吧，可能性比较小。那可能是大家地方的方言，这个方言我倒是听过。啊，被打下来了，让你装逼。先锋呢？不是第二个先锋去哪了呀？不是他的号呀，所以不可能是。哪有这么巧？那扫描范围不够，我给你看一下视野。不到了。变蓝，尽量变蓝，感慨强一点。变蓝真的很恶心，可能时间太长了，变蓝。麦迪是不是挂机了呀？好久没见到了。刚说你挂机了，这么不给面子。Get out line。蛇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这个 AD 这个打野不是这个中单已经控了第三条龙了。被打断了，这时候对吧？我好热呀，赶紧打完下一把，真的好热呀，热得受不了，全身都是汗。这个变羊不变的话，我五杀了。
好赖呀，确实。